地球。谁来响应素食？大人小孩玩得开心，也表达一念支持。哥伦布市的地球日活动，慈济志工穿起蔬果服装，诉求明确，希望民众为自己也为地球的健康努力。Today is all about celebrating not only the earth, but the people that do all of the work to ensure that our community is eco-conscious and prepared for the summer.把握舒适好天气，新泽西中部的慈济志工则进行今年第一回亲近帕帕亚尼湖周围环境，而爱迪生市在此举办地球日活动，慈济志工分享康乃馨胸花的制作方法。我们发给每一位来宾一个静思卡，然后让他们先静心，以花来会友，以花来传到我们的慈济精神。冬去春来，万物苏醒，推广环保，做环保更是不能停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佑达、裘伯年、陈在新美国报道。